语教保员带着孩子闯关学祖语，云会五号在台南举办沉浸式祖语教学幼儿园表扬暨成果发表，颁奖给辛苦的教保语推人员以及祖语教师。语言本来就是部落共荣的，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啊。虽然我们一直在复正言，可是不是受限于在幼儿园，也推广到社区到家庭这样。另外，近年都会区也开始发展沉浸式族语教学。丹凤国小校长表示，虽然获奖，但一路走来不简单，因为部分家长担心族语教学会跟国小课程脱节，甚至怕被标签化。经过多次讨论，才让家长理解族语也能结合主流学科。那我们让家长知道，其实课程是跟小学是跟幼儿园的课程是一致的，而且我们是用族语来教，所以对家长来讲是又可以学到原本的课程，又可以学到族语。园民会强调，目前沉浸式族语幼儿园计划已经投入1亿多元，未来也将持续培育族语人才，扩大族语教学场域，期待更多幼儿园加入沉浸式族语行列。推动7年了，我们已经有50间的幼儿园开办沉浸式的这个族语的教学，我们每天就有超过1000位的小朋友呢在沉浸式的幼儿园全族语的教学当中来学习我们的族语。现场除了颁奖给辛苦的教育人员，各校更展出族语教具，结合动态闯关活动，仿佛是大型的幼儿园族语教学场域，也让各校能互相交流学习。原视新闻 Nabo 台南市采访